一月赚到一千万，你是把我当作是乞丐，还是你感觉你的性命跟你值一千万？你上小袂完啊！你动手啊！你若是要拍，你就拍巴肚啦！想要拍我脑袋，注意嘞！三天内囡仔若无甲救活，恐惊有性命危险。我已经想无步啊！我唔知来只求情爹妈，搞到三天，这阵代志我反对。万一讲要秘密动手术，是杜神要我投入啊，这回事的规格是安怎？你敢知影嘉玲未来的大哥有躁郁症？过去嘉玲伫咧阮家受了遐尔济的艰苦，既然你遮尔爱，我就无希望你予伊过同款的日子。看你即马遮尔后悔，敢讲伊即马心内对嘉玲还够感情？是啊，我对嘉玲确实还够感情的。咱手术结束，咱只会甲杜成抓起来，安尼阮业界也袂有包庇同事犯的麻烦，阁会当顺利救到玲玲啊！你比较公平，阿做了杜成恩。我知，你讲的我拢知，那是会使。我嘛无想要摕囡仔生死安全来搏啊！啊，不过杜成这样做刚巧，这个若是无抓到伊，以后谁知伊要去倒位啊？你冒受过这无，敢不是？你敢当我认为这笨蛋？这一千万我先提走，明仔载同一时间，我会摕到村的九千万，有听到吧？我今麦就打电话报警，你的痛苦马上就结束了。一月赚到一千万，你是把我当作是乞丐，还是你感觉你的性命跟你值一千万？你上小袂完啊！你动手啊！你若是要拍，你就拍巴肚啦！想要拍我脑袋，注意嘞！三天内囡仔若无甲救活，恐惊有性命危险。我已经想无步啊！我唔知来只求情爹妈，搞到三天，这阵代志我反对。万一讲要秘密动手术，是杜神要我投入啊，这回事的规格是安怎？你敢知影嘉玲未来的大哥有躁郁症？过去嘉玲伫咧阮家受了遐尔济的艰苦，既然你遮尔爱，我就无希望你予伊过同款的日子。看你即马遮尔后悔，敢讲伊即马心内对嘉玲还够感情？是啊，我对嘉玲确实还够感情的。咱手术结束，咱只会甲杜神抓起来，安尼阮业界也袂有包庇同事犯的麻烦，阁会当顺利救到玲玲啊！你比较公平，阿做了杜成恩。我知，你讲的我拢知，那是会使。我嘛无想要摕囡仔生死安全来搏啊！啊，不过杜成这样做刚巧，这个若是无抓到伊，以后谁知伊要去倒位啊？你冒受过这无，敢不是？你敢当我认为这笨蛋？这一千万我先提走，明仔载同一时间，我会摕到村的九千万，有听到吧？我今麦就打电话报警，你的痛苦马上就结束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